被接了，被接了，好，对不起。嘿，我芊芊呐，爱记起赞、搁起订阅，请刷介绍给你所有的朋友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美食水的芊芊，我们又来到我们久违的想买却又怕受伤害系列。为什么每次这个系列我的开头动作都很夸？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箱是我们很久没开的好事多，它最近新出了一个新鲜草莓卡斯达塔。为什么要买它呢？完全就是因为它长相非常的奇花，加上其实好事多它有另外一款草莓蛋糕，它是方形的，然后那款其实我蛮喜欢的，所以这一款出的时候我就一直很想要来开箱看看。这个新鲜草莓卡斯达塔，我真的觉得它有点饶舌的感觉，就是新鲜草莓卡斯达塔。好，对不起，它的重量是 1.6 公斤，价格是499块，以重量来说好像蛮划算的，499。我们先来看它，而且它上面的草莓看起来超精美。哎呦，哦，这个看起来，等一下，这不是很好拿起来。哦，这看起来很厉害耶，哇，这画面看起来疗愈，拍个封面照好了。现在外表看起来是草莓，然后草莓酱、卡斯达跟塔皮本身，我们先来切一小块好了。通常第一块一定要切得非常的漂亮，这非常的重要 ，important。来画个星号，这有办法切得漂亮吗？我本身呢其实不太会切蛋糕。啊，等一下。哎，应该算成功吧，稍微尝到味道。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剖面，大概是长这样子。它除了草莓之外，它下面其实还蛮大部分是海绵蛋糕吗？还有卡斯达，卡斯达酱其实没有想象中多哎。草莓的写真，密集恐惧症的人这一段就是尽量不要看太多。我们先来配一个整块的，吃甜点都很开心。先单吃草莓。它草莓完全不会酸，但是草莓本身没有什么味道哎。塔皮本身呢，它是有点像是饼干酥酥的感觉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塔皮本身还蛮好吃的。只是有点可惜，就是卡斯达酱，我觉得它奶味还蛮够的，可是有点粉感。我觉得草莓它不太会不会酸。等一下，我要讲什么？我觉得它这个草莓的味道是属于那种，如果你很害怕草莓酸的人，应该也可以接受比较大众的口味。又加上了果酱，所以让它整体的味道又再下降一点点。因为我其实看到蛮多人开箱说觉得草莓香味很够的，可是就我目前吃一片起来，其实我会比较喜欢好事多的另外一款，就那一款长型的，我比较喜欢那一个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吃起来对我来说会有一点点空虚。我这样看起来很疗愈，很像一艘船，要不要一起搭船呢？我们俩划着船儿，彩虹铃呀彩。我觉得它卡斯达酱有点太少，我觉得有点可惜。我吃到有草莓味道的草莓了，这什么奇怪的绕口令？因为我刚刚前面吃的还蛮多个，都是那种它是草莓形状，可是它没有什么草莓味，而且是很淡很淡的。最近不是草莓季吗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采草莓？其实呢，我从来没有采过草莓。大家有去采过草莓吗？这什么奇怪的绕口令？采草莓的地方其实都非常的遥远，好像都是一定要开车或是坐很长途的车才会到。可我个人其实不是很喜欢坐长途的车，所以我就从来没有去过。不过最近听说内湖好像，我是看麻西的现实动态才知道说，原来内湖也可以采草莓。不知道为什么去采草莓就会很有少女的感觉，所以就很想参与一下这种少女的活动。为什么没有去采过草莓？每一颗草莓味道都不太一定，因为有一些草莓真的是非常好吃哎，因为很甜，可是有一些草莓又刚好没有味道。然后我还有吃到一两颗其实很酸的，这让我想到我的嘉义的朋友之前去台南吃喝牛肉汤的时候，因为他之前第一次去吃那一间牛肉汤的时候，他就觉得天哪，这牛肉汤也太好喝了吧。后来第二次去吃的时候呢，那牛肉就完全没有味道。后来他就问老板说，你这怎么变得不好吃了，或是味道怎么变了？后来那老板就说，每一只牛
油的味道都不一样啊。他就觉得哦，对，也是蛮有道理的。草莓现在也是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。我有点好奇耶，现在看这支影片的女生喜欢草莓吗？以前看少女漫画的时候，只要是草莓相关的制品，就是女生都一定会很喜欢。而我记得我以前第一次吃到草莓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好吃，可是没有到我觉得哇，我非常的爱它。可是如果是草莓，就不管是任何的草莓制品，就是有整颗草莓在那，我都会想买。不是因为我觉得它非常的喜欢，而是我觉得画面看起来很漂亮，就是哦，买回家放着就觉得好疗愈哦。就是你们懂吗？就是因为它颜色看起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，完全就是因为它长相非常的奇花。看看这人谁，然后它就越离你越远，你知道，一直被我吃掉。他们在放一个草莓。我们俩花。这个草莓也太大了吧！你看它，它是草莓界的我哎。你们去好事多，有没有什么你自己觉得没有什么人知道，但是呢，你每次去一定会买的食物啊？可以偷偷跟我说，在下面留言偷偷跟我说。是你笑不笑？不知道怎么看别人笑，就会觉得好像很好笑，但明明自己觉得好像也还好，可是就那个反手拍就掉了。密集恐惧症，然后离开。太突然了。我觉得，我的脸一出现，他就好，算了。那大家如果副频道的话，要记得去订阅。副频道都会放一些主频道的遗珠之憾，或者是比较偏向我的生活，或者是跳舞，或是你想看我唱歌，你可以在那个副频道敲完副频道。最后一口，吃完了。我只能说整体来说，我觉得非常的普通。因为其实我很喜欢另外一个草莓蛋糕，是因为我觉得它卡士达酱非常的多，然后里面蛋糕又非常的湿润，所以整个搭配起来刚刚好。可是这一款我会觉得说，它塔皮是塔皮，卡士达酱是卡士达酱，蛋糕本身是蛋糕，草莓是草莓，就是它各个都是分开不一样的东西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明就是它是一个很正常派会搭配的一些食材，可是我觉得搭起来很分开，甜度其实也不高，所以我觉得就是老实说是我不会回购的品项。不过我看网络评价也有蛮多人觉得还不错，所以大家就是可以自己看，仅供大家参考。我在讲啥？仅供大家参考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你们觉得有没有尬意这样子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，非常感谢大家看我的影片。还想看什么好事多开箱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。然后要记得我副频道开张喽，可以在我的副频道下面留言说想看我唱。好了，就是这样子，就先这样，拜拜。再让我想到诺基非常的喜欢吃草莓。他之前脸书还分享了那个草莓的制品，然后说天哪，好想吃哦！我想说，诺基，我这个叫刻板印象，大家不要跟我一样，再不改正。